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伟人医守护爱》，我是傅锦华医师。最近天气高温炎热，是皮肤疾病好发的季节。根据统计，在开发中的国家，有高达20%的小朋友罹患有异位性皮肤炎。这样的小朋友白天抓个不停，影响专注力，晚上也会影响睡眠，的确是父母很大的一个困扰。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这位专家，他拥有治疗小儿科、免疫疾病、气喘相关疾病10多年，是这方面的一个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为您介绍大林慈济医院小儿科陈建甫医师。陈医师你好。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建甫医师。那待会我们再请教陈医师，接着为您介绍现场接听 call in 的医护团队。第一位是感染科赖崇章主任，风湿免疫科吕明奇医师，心脏内科李义达医师，神经内科黄永松医师，骨科杨昌珍医师，加医科许佩琪医师，护理部李玉芬护理长，这一位是我们护理部林雅婷副护理长。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05-2648-066 2648-066，欢迎观众朋友多加的利用。过去呢，因为对于这个类固醇长期的滥用，使得大家总是觉得这是类固醇是有很大的副作用而避而远之。其实在某些免疫过敏的疾病，它还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看一段陈医师带来的影片，待会再好好请教这个类固醇的正确使用。请看这段影片。照得很多，今天已经好很多了，医师给我们点了药水。吃饭就哭。小慈的爸爸妈妈对小儿科的陈建甫医师打从心里由衷的感谢，因为半年来每两周持续不断的就诊追踪，好不容易让小慈异位性皮肤炎的症状控制下来。因为过去的8年，只要天气一热，小慈的皮肤便开始瘙痒难耐，甚至在今年夏天，冷痛将长发剪短。让它留长，至少可以绑起来，就不会那个，应该会比较凉。可是它还是会去抓，或是还是为了干脆到时候剪掉。小时候也是，我妈妈在带的时候也都说，他们半夜就是抓针管啊，就是会抓，所以我妈妈也都半夜也都没有办法睡觉，就是要拼命帮他们冰敷。2岁我们是开始觉得它比较明显，2岁因为有一次天气热嘛，或者是出去回来它可能热，就感觉开始它会去抓，然后有热疹出现，然后那一次还严重到有点像荨麻疹这样。在那一次是因为去看医生，医生一看就说，哦，他这是异位性皮肤炎哦。即使医师确诊了小慈的皮肤痒是因为异位性皮肤炎的关系，但是因为家人担心类固醇药物对小孩身体的影响，所以并没有积极的治疗。他只要在家都是24小时吹冷气哦，春夏秋冬四季，因为他们半夜哦，你只要冷气一关，立刻全身抓，所以你就得赶快再打开，然后维持那个真的是维持要维持在室温某一个温度，都不能有什么变动。半夜固定时间就会热到燥热到受不了，他后来都还会有时候就会半夜叫很不舒服，他就会大叫说妈妈帮我按摩，妈妈按摩，其实就是他只是就是要那个乳液去帮他镇定下来，冰镇下来。真的，小慈开始对温度变得很敏感，只要温度一上升，全身便开始干痒起来，妈妈只好随时的帮小慈抹上乳液，加强身体的保湿。晚上整个半夜真的是睡眠品质很差，所以白天就是他们好像永远睡不饱这样子，那会有那种感觉。对，还就是比较可怜啊，对我们照顾的人来讲就是真的啊，就是看到他们的伤口那样，或看到那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奈或很无力，不知道怎么帮他减轻那种痛苦这样子。好不好？异位性皮肤炎最大的特征就是痒，尤其睡觉时常因皮肤痒而无意识的搔抓，导致发炎，增加伤口感染的几率。虽然不会传染，却严重的影响生活品质。小慈2岁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皮肤的伤口不曾愈合过，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游玩时，更是令人担心。他一热，然后这边他会冒汗，然后他自己不知道嘛。他就会开始抓这里，然后你放学去接他的时候，他这里就是红一块了，已经整片都流血或整片都是伤口，你已经
被护啊。我看到他那样子，我就一把火，因为你就会觉得你怎么把自己抓成这样？啊，就是，嘿，会有那种又心疼，可是你又气，就是，可是他们又没不会照顾自己嘛，就是没办法。其实可以感觉到小池的爸妈那种很焦虑又很无奈，好像措手、这种措手不及这种感觉。那小池一开始来找陈医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小池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其实症状会改变。一般我们异位性皮肤炎随着年纪，从新生儿时期到幼稚园、国小，症状会好发的位置会改变。是一般会从脸部啊、耳朵后面啊、脖子啊、四肢啊，慢慢的会长到曲侧，四肢的曲侧。是。那一般的话，大部分小孩大概八九成以上小孩，大概幼稚园、国小大班啊，幼稚园大班、国小又慢慢会好掉。是。大概只有一两成的人啊，到了成年期还会有哦，有些人只是局限在手掌、脚掌，是啊，但是有部分到长大以后还非常严重，全身还是有。那这些的话，一般异位性皮肤炎在我们台湾的话，大概好发率大概10%啊，当然全世界大概统计都类似，是啊，在一些热带的国家啊，例如说虽然他们是未开发，可是热带国家因为受到温差的影响啊，那异位性皮肤炎的好发也比较高，是。另外一些开发中国家啊，食物方面高油脂、高蛋白的食物也造成异位性皮肤炎的好发率上升。是，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困扰很多的家长哦。嗯。那像小池这个小朋友，他好像对于这个温度特别敏感，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这样的小朋友他会反复的急性发作呢？异位性皮肤炎会引起的话，主要大概是两方面了哈。是。一个就是过敏源，过敏源分作是吸入性的，例如尘螨、花粉这类些；另外一个是食物性过敏源，例如说牛奶、蛋白、海鲜类、坚核果、花生类。另一大类的话就是内因性，就包含了湿度、温度。是。那尤其异位性皮肤炎的小孩在对温差的适应非常不好啊。一般情我们父母如果觉得不会热，可是小孩他们就一直在流汗。是。或者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不会冷，不会皮肤不会很干燥，他们就觉得很冷很干燥。所以基本上就他们皮肤表层受到了破坏，对这温差适应力非常的异常啊。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它一点温差会造成它流汗，流汗会造成它皮肤更痒。是所以一般如果说像现在是夏天，我们会建议小朋友就是最好是能够吹冷气啊。是就是保持室温温差恒温，看小孩最舒服的温度。嗯。那尽量的话不要去晒太阳，因为紫外线也会造成它皮肤的恶化。是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有需要，可不可以涂抹一些买的什么防晒啊、保湿啊，这个合适吗？一般异位性皮肤炎的话，在冬天的话是特别需要保湿的。是。那我们保湿的话，一般在分作比较油性跟乳霜性的、水性的。是。那冬天比较干燥的话，我们会建议擦比较油性的。嗯哼。那夏天的话，如果说小朋友还是觉得会痒的话，是擦水性的啦，例如说乳霜类的。是。那不建议他擦太油，因为堵到毛细孔，他如果流汗的话会更痒。如果说到户外的话，是可以，如果说一定会晒太阳的话，是可以选择一些防晒乳液。是。但是防晒乳液的选择的话，可能要看小孩当时的皮肤的情形啦。因为有的异位性皮肤炎在发作的时候，它会流汤啊，就是湿湿，会有伤口。所以擦去的话有时候会刺激啊，所以要看看你小孩本身那时候皮肤的状况比较适合擦哪一种乳液。是。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大人擦什么小朋友就跟着擦什么，还是要是小朋友的状况来决定对，一般的话我们大人平常我们大人在擦的那个什么绵羊油啊，小孩就不适合。是。那大人有时候会用精油，那精油小朋友不太适合，因为有些精油小孩会过敏，对味道。是所以有些像一些精油类的啦，或者是说烟熏的这一类的话有些小孩不太适合。是。那异位性皮肤炎除了皮肤的症状，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严重的合并症呢？异位性皮肤炎包含在我们过敏的就异位性体质里面。那异位性体质的话，一般包含了三大部分，一个就是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是另外一大类就气喘第三类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是。
那通常异位性皮炎如果很严重，或者是说到国小以上都还没好的话，那通常它可能会合并气喘或者是过敏性鼻炎。是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小孩如果小时候症状还好的话，其实大部分家长是不用担心，因为大概八九成以上他国小又慢慢会改善。那我们异位性皮炎本身哈，它是一个好好坏坏的疾病，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小朋友说很严重，但其实呢，哎，过一个礼拜他自己又变好了。所以通常的话，除非说小孩抓得很严重了，不然一般是不会留下疤痕。是，所以这一点是可以跟家长讲一下，说其实看起来虽然他发作的时候看起来很丑，不敢带出门，可是其实过一个礼拜可能又变帅哥哦，所以他有这个特色。是，其实除了这个小池有这个困扰啊，小池的弟弟好像也有这样的困扰，也是陈医师的一个个案哦。我们来看陈医师带来这段影片。小慈的皮肤状况让妈妈担心不已，但是随着家中老二小恩的出生，却又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他一出生就可能牛奶喝错还是怎样，他就整个脸肿嘛，一两个月才推，后来就发现不对，赶快停掉嘛，然后可是就是他已经整脸都，我们就知道啊惨了，就是一样又是过敏，而且是皮肤。后来也发现他真的就是比较容易，他还很小几个月也是可能会有湿疹的状况，或者是开始抓。小慈爸爸随身携带着止痒药膏，只要一看见小慈与小恩开始有抓痒的动作，便赶紧帮他们擦药膏止痒。可是弟弟就是他会一直抓耳朵，然后这里就裂开，整个流血，所以他的枕头就是常常每天起来就是血迹斑斑啊。像弟弟是抓到最后整这么大片的伤口，那就一定因为起先是只有擦药，可是我们发现他小孩子因为他年纪好小，他没办法控制，你跟他讲不抓他就是没有用，他没办法控制的那个痒，他就一定抓嘛啊。后来我们想到唯一一个方法就是不让他抓到伤口，就是包扎起来啊，只要差不多三天其实都会愈合的。可是就是我说每次都到最后快好的那最后那一天，他就真的会痒到他是晚上睡觉哦，他是偷偷这样子，他偷偷伸进去想尽办法就是要去抓，结果真的每次他都成功，因为太痒了，他会想尽办法然后就伸进去，然后除了抓到流血为止。对，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肉跟皮然后就又破功啊，所以就这样，就是说弟弟的那个伤口真的包了半年。异位性皮肤炎病灶的发生有三部曲：发痒、搔抓、湿疹。皮肤一旦出现湿疹，便会引起更厉害的搔痒，痒痒抓抓，抓抓痒痒，形成了恶性循环。慢性发炎的皮肤外观干燥、脱屑、变黑、纹路变多，急性时伤口还会有渗出液、流汤流水，对孩子的情绪影响很大。可是他身体不舒服热或怎样他也是抓啊，你有时候你为了他好，你叫他不要抓，他就会也又生气，就是好像有恶性循环，又很容易破功，就是要日复一日这样子啦。嘿啊，所以那时候其实爸爸一度说天哪，怎么会这样，还这么小就要这样子，然后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我们看到小池的弟弟哦，好像也罹患了这样的皮肤的症状。那他的治疗有哪些种类呢？一般我们异位性皮肤炎的治疗的话，大概分作口服跟外用药物是两种。那在口服方面的话，一般的话我们会给他抗组织胺的药物止痒啊哈。是。那一般分作短效跟长效。那如果比较长期的病人，我们会给他长期的抗组织胺长效型的使用。是。那急性发作的时候加短效，短效有一些药物有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帮助镇静跟睡眠。是。因为有些小孩的话，就是特别晚上睡觉，就像影片中的案例的话，睡觉的时候特别会痒，所以很多小孩就睡觉哦到处抓。所以如果说睡觉前可以给他短效比较嗜睡一方面的抗组织胺的话，是蛮有帮助的。如果说异位性皮肤炎有时候会急性发作，那急性发作的话，就是有时候就像上面讲的，会有渗出液或者是变红。是。一般这种情况有时候是50% 以上会合并葡萄球菌感染。是。所以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会加上口服的。如果说很严重会加上口服的抗生素，如果说它真的太严重会加上类固醇，就口服的类固醇。是。
所以一般的话，一般家长以为说只有在涂抹类固醇，这是有点误差啦。是啊，好，在药物外用药物方面的话，我们大概有几类啊？第一类的话，当然就是一般所知道的类固醇。但是类固醇本身的话，在小孩的使用方面，它有分在使用在哪个位置。是啊，通常我们在脸部啊，或者是脖子会用比较弱的类固醇。是啊，类固醇的使用的话，一般大概大部分都是一天一次或两次，薄薄的一层就好。一般我们不会涂得很厚，也不会说请你说随时一天涂三四次，也没人这样涂法。另外的话，类固醇的话有分作油性跟水性的啦哈。冬天的话，当然会加上涂油性。是。那夏天的话，因为它很会流汗，所以一般是涂比较水性的。是的。大概这样。那外用药除了这个类固醇，还没有其他的？有。一般我们外用的类药膏的话，还有其他的免疫方面的抑制，例如说，一般现在有出了哈，有一些牌子哈，就是免疫方面的抑制，皮肤方面，还有一些止痒的，一般我们会给他一些止痒的药膏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有些了哈，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有些小孩对精油啊，或是绵羊油这些，可能就不太适合。那这些药物服用跟外用的这个要用多久呢？需要一直用吗？还是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停止了？一般如果说异位性皮炎的话，如果因为它有时候会突然发作变得很厉害，是，那我们就会用那短效的例如说短效的类固醇口服的，或者是加上抗生素短效的抗组织胺。那如果长期的话，我们就是给它长期的长效型的抗组织胺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药膏的话，一般我们是急性期的话会给他类固醇类固醇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有分作强弱那如果说他恢复期的话，一般会把类固醇停掉，我们会给他擦一些保湿的乳液或者一些免疫方面的抑制的药膏。是，那万一家长就是不小心涂的过量或涂的不适当，如果皮肤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就该回来找医生或是停止呢？有时候会发现说有些家长会在外面，因为可能医师没有解释清楚了，是就涂太久或涂太厚，或是每一天涂好几次。对所以一般的话，我的话会跟他讲说一天大概一两次就可以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是有些人会误会说类固醇涂药膏就可以了因为大部分的话急性发作的话四五成以上都会合并葡萄球菌感染，是，所以其实这时候要涂上抗生素软膏。是，那一般急性期过后也就是说一般的话很少需要涂超过一两个礼拜。是，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药膏停下来。是，所以不是说这个药有效就一直涂下去，还是要看病情这样的需求。对，那有这样的小朋友，其实父母已经很担心了，那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提供父母来了解来做保养呢？我们来看陈医师带来这段影片。当初看到小孩子像这个，他这个手抓到几乎感觉都快断掉了，那当父母的当然就很心疼，觉得这是我们遗传给他们的，我亏欠他们，所以觉得说有没有办法帮他们治疗这些。那像这个手是很严重的，那个关节处的话他就会一直抓。看着一张张小慈与小恩伤口的照片，爸爸心里不舍地叙述着，还好这一切在半年前终于有了转机。那这个我差了半年才好，他每天回来都会跟我报告说他没有抓。这一年就是我们搬家搬到这边，然后变成找就近找，就是找大林慈济医院的时候，然后遇到那个医生，然后他也是专治就是过敏科的这样，然后他才，其实我们觉得是遇到他就是贵人嘛，因为那时候爸爸已经觉得惨了，没药可医了，只是痒了就涂一些保湿的就好了。是，有，他现在都有涂乳霜。如果是干燥啊，你就不要涂类固醇。再来换姐姐呀。姐姐现在你随时跟她摸，她身体也是都很烫。我们第一次去找陈医师的时候，医师就跟我们讲说他的是温度什么，我们就说啊，对，好准，对。然后就是因为就是终于感觉说，也有人了解说，他们异位性皮炎其实很大的过敏是在温度的部分，就是热。
异位性皮肤炎的孩子，除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之外，大约有一半的患者也会合并气喘、过敏性鼻炎或是结膜炎的发作。你会看到一直揉眼睛，一直揉眼睛，一直揉眼睛。我女儿是单眼皮，可是她已经抓到四五六眼皮，就是很多眼，就是皱褶很多。然后医生说，这个其实就是过敏性结膜炎，他一直揉的原因造成的。对，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一般我们过敏的药会长期吃啊，哎，然后其他的药的话就看他的症状。哦，无时无刻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在，我到底要不要给他吃药？我擦药要擦。擦到什么时候，或者是我一开始就擦，真的会担心，尤其用到只要用到类固醇，我们就会有担心。就回来一吃，真的当天晚上半夜就不抓了，就是不痒了，就是整个很安稳，然后那一天就好好的睡，就睡到早上起来。半年来，小慈与小恩持续使用减敏药水，用对了药物与正确的用药观念，不再因为对药物使用的担心差点延误就医。还好小慈的爸爸妈妈在陈建甫医师详尽的解说下，正确认识类固醇等药物的使用，遵照医嘱配合用药，有效的控制并减轻反复发病的次数与严重度，一举改善了孩子与照顾者的生活品质。这个陈医师哦，最近气温屡创新高啊，那这样的小朋友在这样的夏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刚才有说到，就是说这种小孩最好能够待在冷气房了哈。是。如果出外的话，最好是避免晒到紫外线，可能要适当涂抹防晒乳液。是。那尽量也不要去游泳了哈，尤其是公共场合，因为它那个消毒水。是。一般我们消毒水的氯可能会刺激他们的皮肤啊，因为那皮肤多少都有伤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家里洗澡的话，那洗澡的自来水也会刺激他的皮肤啦。是。所以你家里的自来水的话，你可以买一个过滤器，把你家的氯过滤掉，大概是洗澡的话，大概是这样子比较适合。啊，另外的话，如果说他洗澡也会痒的话，通常我们洗完不能够洗太热，因为热的话水分散失的更快。一洗完的话，湿的情形化就开始给他擦乳液。是啊，这样对他洗澡可能比较适合了。因为有这样的小朋友，爸妈也会很担心，就是担心会不会皮肤留下疤啊，担心这个病会长大会不会好，所以常常就是到处去求医。那陈医生有没有给这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建议呢？因为异位性皮肤炎这个是过敏性疾病的一种啊，当然说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家里就没有这种小孩，怎么会生出这种小孩？是啊，其实我们过敏性的体质会遗传的，但是症状不一定会遗传。是，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发现说有遗传史的大概有八九成以上，家里都可以找到说有相关的遗传。是，例如说可能是爸爸有过敏性鼻炎，然后生出异位性皮炎的小孩，或者是说有气喘生出异位性皮炎的小孩，不一定说异位性皮炎的爸妈生出异位性皮炎的小孩。那异位性皮炎有个特色，就是说他基本上不太会留疤啦，他的病情也好好坏坏，所以但是基本上越慢慢长大会越来越好，所以家长也比较过度担心，所以不用过度担心，到处求医哦。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让我们正确了解类固醇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哦。谢谢陈医师今天。